对，哈喽，我是海星凯怡。说实话，我听过那个五季瓜，有没有错？有。啊，所以我先播一定不更辛苦的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非常精彩啊！哎，说真的一句话，要不是呢，我们这次啊，关键怎么样？有的是我老师，我就把那个全部用二啊的那个他的表演哦、啊，给那些投资的人看。我说你们看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辉哥演的这么好，为什么不给他机会？人家看了那个辉哥的表演之后，果然认定了啊，所以你才有到演这个戏，演为什么？对，还不要紧，你写的这个角色给我很好啊，反对。你是讲我哈、啊？讲你啊？你是讲我还是讲你？你说你对我还是你对我？真的，他说我对戏啊，哇，我要流泪就流泪的。真的真的，以前老公拍啊，那个钱不够用，还有很多电影啊，我是只有你眼睛不出来的。我是老师啊 ，ND 我们 ND 几次？有五六次。可是泪还是一直流出来。所以啊，你如果一定要流眼泪啊，就是流。所以演戏啊，对手是重要的。对。哇，他演了一个，演了一个。因为演不好啊，就是对手不好害他的。我还得演。你可以改个演技啊！哦，你演不好对手，对手就是对手了。我玩啊，我啊。哦，我跟你演哦。哎，不好了，演不好了。你没有演技啊。就是演技，我有演技啊，演技啊。你要干啊，不要跑。所以我就不敢演了嘛，你看，我同事都这样子讲我了，对吧？对的话，刚才每个人讲这张照片是错的，我都笑，我秀给你们看哦，我都笑了，我抱他起来，他相不相信？他们是所谓的不相信。一块颜色在讲哦，自由。谁说相信的？掌声来听一下。我是好无比的幸运嘞，真的。你就是因为要我演戏，所以当然大家了解了。下回我要先问你一下，你几公斤啊？啊，六十七，六十七。你报几公斤？我四十七。哇，四十七。我四十七。四十七到六十七，来。啊，好。马上来。破，别讲，不要说，不是说叠纸，你想太多了。你看前面已经光光，你说叠纸啦。对对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是一月二十号开始嘛，啊，不用谈的啦，别怕你心动的啊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过年嘛，啊，不要，如果你们捡钱啊，然后去看我们这里，出来就很幸福，对。哎，你不要脸了，都排队嘛！排到哪里？哎，我们又排到排到了。哦，辛苦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啊，对，其实我们在拍照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叫验验报这个规格，因为我们也是不知道原来验验的是验验大号吗？连验验都不知道。Try.
换一次啊，你是啊，外强中干的啊。不穿了，我跑国家了，我就走。但是对不起啊，都问我这个海报怎么拍啊，为什么是艺术啊？刚才我们要解释一下。对，奖励来点就是说，都已经知道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呢，电影里面问三句话来告诉大家：没有万没有爱的渴望爱，对，有了爱的不懂得爱。他们这两位来说呢，爱的太久，已经感觉不到爱了。对，啊，这部戏是他一直爱我，暗中的帮我，可是我误会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觉得夫妻之间呢，就是结婚了久了之后，很多母亲呢，大家会觉得已经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。以前呢，好像老婆煮个菜就是哇，很好吃，煮到泡大，就是很好吃哦。但是经过十几年之后啦，你煮菜煮泡大，你会被骂，对不对？但是像我们不要忽略的身边这些小小的事情，其实那就是爱。那在我们的电影里面，我们就是告诉大家，你觉得你好像老公不爱你，老婆不爱你，你再注意看，他为你做的一些事情，如果你明白的话，你觉得那根本就是爱。他早上呢？还有，我要从女人的角度讲一下啊，我们爱家庭、爱老公、爱孩子，不要忘记爱自己嘞，不可以忘记的，每天还是要扮美美的，懂不懂？对，亲爱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忘？不可以忘记我爱自己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。对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你觉得对不对？对。铁头女人加油，女人就是女人，一定要爱自己，没错。爱自己呢，其实有些人比如说更有钱，那不一定。但是我就说，你只要穿得整齐啊，就是你满身大汗的时候，你记得呢去冲个凉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老婆，老婆上台了。这是家里哦，就是唯一啦，就是唯一爱自己，完全忘记，只爱老公，只爱孩子，只爱家里，就是忘记自己。忘记自己。不要忘记爱自己，然后忘记自己。